搜一下，收编我。让他塔下收兵也行。你不相信我吗？哟，抽一下，点一下，收兵。记住，抽一下，两段。点，点，点，抽一下。再点，再点，在他三级之前把他血给他耗没就可以了。啊，你就非得要就是硬换？哎呦我天哪！也不算硬换吧，确实把我杀了。这波能死，我确实是没想到。你渴望什么呀？别压抑自己。正常来讲，像这种情况，应该是死不了的。不过他俩伤害确实有点高，把我秒了。小驴人一个人头，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吧？大发慈悲。因为小驴人在接下来的时间点，我们可能有点打不动。抽一下，我的炮车！去右边插个眼，防止这挖掘给过来。你不相信我？一，这真的，从哪来的？他是？从我屁股后头来的是吧？哎我操，没完了是吧，兄弟？怎么没完没了了呢？这还啊，这还没完没了了，合体了跟我是不是？等瓶药。狐狸现在应该是炉灯，但炉灯被削了。我们来该办正事儿。我们想单杀这小驴人应该是费点劲了，因为他老有爹，这没办法，这杀不了。左边插眼，等个六开始慢慢收兵。不打了，哎，我说停停，他应该是补那个兵，应该要升六，你看，我也升六，哼。干嘛呀！我的天哪！来点人吧！我操，他一个近战这样干咳，我一个远程你给我干咳成这样，能不能来点人还？过分了！
相信我吗？我直接警告这人马，你再不来中，你野区都待不了。我没有办法游走，我游不了，人家两个人搁那连体，我们不连不了体。往上走一波来，看看这猴能不能赶上一波。我的天哪，还让人给换了。我想想这波能不能推，不推了。请宠爱我吧。我说的一点没毛病，他如果再不来中路帮我的话，他连野区都待不了。你还没大，给我交闪，怎么还没完了是吧？就你有队友啊？因为这小驴人跟挖掘给两个人，基本上进野区谁进谁死。他必须得来了，这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这是为了他好，你知道吧？我中路可以收兵。啥意思？你这人硬用技能换我技能，像个鬼一样。我是招你惹你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杀不杀的掉心里没点数吗？直接法穿海，跑得快，还硬换我技能，就硬换，真是有病。你不相信我吗？哎呀，真他妈难玩。上边他知道我把伞交了，哎，我都感觉到他可能要杀我，你知道吧？这波不上就好了。我没寻他胆儿能这么大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杀小驴人，不点。干哈呢？不行，没有虚区，兄弟杀不了。等电刑，这猴能杀。老猴，不要回头放 Q 啊，直接放 W 加速。我这中路都没法回，回家了吧？哎，我操，真难玩！这银马就应该后边有大就往中路来，有大就往中路来，这基本上就是底款。还得有交，你不交就不来。
你还帮倒忙。挖掘机别来啊！挖掘机可别来呀！这不点眼儿，你让我点那峡谷先锋的眼儿啊，你感觉我敢吗？还没脸呗，就死这么多把还没有脸，还不知道对面到底怎么玩的。我就这么告诉你，我一残血那挖掘机就在中，我一残血那挖掘机就在中，我不残血他可能都搁中，我这中路都没法走，我都动不了，我没有队友，你明白不？你瞅着吧，你看瞅看看看看看看右边没？瞅着没？能打，二打二可以打，可以，勾引了一波，小龙可以要。切记不要没有视野的时候往草丛里头钻，也不要没大的时候往草丛里头钻，我们不去，知道吧？那小绿人在中要我吃鱼儿，我不吃，一会儿我出个沙漏，我看你俩咋杀我，我借着八成。为什么打龙？别压抑自己。这打龙没人管啊！你看那中路没？全是针眼，瞅着没？我走一路一路针眼。我这中路的视野就这样。这帮你抓这么多波，就这啊，兄弟！我不在中路待了，我杀完他我就打蓝去。那挖掘机又搁旁边，这边他有闪，我不去了。我帮你eat他一下，别抓死！你不相信我吗？出沙漏啊！这把得奔沙漏走。告诉我个秘密吧。不去了，这下路，这我去不了。没有人能够阻挡我的道路。还行，这波队友没死，可以接受。
哎，这回挖掘机再来中国不怕了。哎呦我操！一闪失败，哎呦啊！怎么办？还有，失败了。失败了，我们的节奏会有点乱。你渴望什么？这猴什么装备？星石猴。哎呦！别压抑自己，四座塔已经没了啊。塔没的比较多，我说了帮我拆中塔，不帮我拆，看着小驴人呗，无限游走，但我们没办法，因为没队友。能追吗？费点劲吧，这真他妈害人的，不跟他追好了，人马整个就一傻子。哎呦我天哪，我还跟他去追去，真是操了。啥忙也不帮，说话也不听，人家干个十波他干个两波。哎呀，真头痛！这把就得靠我们家下路。告诉我的秘密。就硬生生让人抓成13-5的。让人给抓起来，硬抓起来的。玩的真鸡巴来气，哎呀，真是头痛。没事，那猴没这伤害，问题不大。哎，你这，你渴望什我被打野硬抓的，我呀，我被打野硬抓的。挖掘机第一波闪现过来，把我闪打掉。第二波从屁股后头绕我，我没有视野。第三波又从屁股后头绕我，我没有视野。哎，咱就不说别的，你让人抓成0-4，你能去单杀对面中路，还跟对面打野在那对峙？我真是不信，兄弟。我真是不太信，兄弟。我说800遍，帮我把中路塔拆了。人呢？有没有人？一共人马来了几波？打发此番
你想我怎么发挥？也去一打二？我这不是刺客，兄弟，我这是法师。两个人想瞄我，有空子脆。我没有办法。你不相信我吗？你不要把我想象成神仙，兄弟。他不帮我拆中路，那个小绿人就无限抓，我去也去，我就死。你让我怎么玩？你自己看野区，就你自己看这视野，你自己瞅来，人家右边一个针眼，这个位置一个针眼，我就去不了，我连眼儿都插不出去。你想让我怎么玩？请宠爱我吧。链的，哎呦，能不能杀？哎，可以，有的翻。还敢开胜负盘吗？一直压我输，不敢去，我怕你这毒狗。气急败坏说我操盘，不敢。你渴望什么呀？哎呦我操！哦，上路线那么短不怕抓啊，上路线长不怕抓，中路线短说我怕抓，想想什么问题，我不怕抓，我告诉你我不怕抓，我死了我能打回来。你不相信我？这个小驴人是无限杀我，他起来的吗？是跟我有关系吗？我是不怕抓的呀，我队友怕抓呀，我跟我人马说了，我说你再不帮我抓，你野区都别想待，我没说我中路玩不了吧，只是我帮不了他们，我没办法，那他们要想输那我也没办法，所以你别老让我想想问题，我不用想，我不怕抓。没有人能够阻挡我的道路。他单杀我，我没单杀他吗？他杀我几回，我杀他几回啊？告诉我的秘密吧。我们来。就说哦，知道了，你最牛，玩不起了，看看吗？玩不起了，开始讲不过了，开始胡说八道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既然你喜欢胡说八道，咱也没招。
那尽力了，确实没办法。我一个打俩，我肯定是打不了。只能这样了，没办法。哎，你们结个账啊！